Hello， 你们好，今天打算来挑战一下这个利维坦，然后顺便获得一下这个血圈。刚好有观众邀约我来到他的那师傅、哦，然后下面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里面了，所以我要过去一下。哎，他们在出发了。喂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不能追到他的船。我顺便来讲解一下这个利维坦的刷的方法哦。首先，一艘船上一定要五个人以上才可以去刷利维坦，而且其中一个人要买情报，不一定是要那个驾船的人，总之其中一个人买情报就好了。买四次情报，一共6000F， 然后他们人呢还有一段距离。然后如果要获得利维坦心脏的话，需要先去买一下有一个 Beast 的那个船，那个的话需要用到利维坦的那鳞片啊去做才可以做成的。所以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其中一个玩家就可以了。然后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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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他们遇到那个海兽了，三头海兽，这样我们的船撑知道吗 ？Reset reset， 哦，不行了，他们爆了。哦 ，OK OK OK， 我回来，我看到你们了，来，哎，他们是普通的船是吗？是普通的船，这样子没有心脏不用紧。哦，你看，全部人都有那个争议效果，这是那个哥果实，哇，好，我看一下这次能刷到。多久刷到那个利维坦呢、啊？运气好的话，可能半小时之内就刷得出利维坦了。还有一定要去到6级的海域才可以刷到那个利维坦哦。然后如果有刷到的话，等下不要卡。如果有刷到的话，我们会先出现一个冰的那个岛，等下就知道了。这个是隐藏岛，哈哈，结果是先隐藏岛出来的。哎，跳下来出来 ，what the， what the， 那这样能跑得过吗？还是要有人去弄开它？哦，喂。哦，没有，这是猛犸象哦，吓死人！哦，没有了，他的那鸣条不见了。现在是8:53，我看刷到几点会出这个利维坦。哇，不是，又是铁罗虾！哇，我的人，我的掉下船！我啊！等，先飞走。应该打不太到，再飞走，我在天上飞就好，给他们打，还有那个大象可以帮忙打。OK， 死了，安全。安全，我们还有1000多，那个船还有1000多血量哦，还好，哇，这个第一视角航行很有 feel 哎、欸，很有 feel 哎、欸，这个我在看什么电影这样？5分钟过去了，到现在是还蛮 safe 啦，还没有遇到其他的 terror 下，哎、欸，我才讲到，然后那个船为什么不要开？哎、欸，动，哎、欸，大象滚到，啊，差点滚到那个海里面呢，哎、欸，不要停，船长，哎、欸，船长不见了，我来开，我叫不到，我叫不到。走，哎、欸，动不了，沉了 ，reset， 哎呦，失败 ，OK， 赶得及，上船，再来第二趟，哎、欸，又是 terror shot， 哇哦，全部被震飞，起来，大招 ，V，OK，、okay, 死，哦，要爆了，船要爆了，第二趟看来也要失败了，哎、欸，这敌船够快耶，又有海兽，再见。啊！什么鬼？我在那边被那个鱼电死，然后没有人帮我打一下。Hello， 船长直接死掉。哎，找到了！哇，就是这个冰岛，然后要去跟他们跟那个 NPC 讲话了。这样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打这个利维坦哦。终于，哇，还有100多万的那个护盾，然后18万的血量，这个是他的样貌。来，开打！我先把我的那个黄格弄满先。打他的尾巴！啊！我被冰冻，他的尾巴在后面。这可以打。我要对每个都先造成伤害哟，不然等下我没有拿到那个奖励就好笑。哦，哎，死了，这个死了。然后还有另一个这个啊，呜，很乱。我是掉下来，哎，走开，那个攻击范围大，哎，我靠，不要啊，好，又拿到5个鳞片，接下来应该是这个头了，是吧？头可以打了吗？头，哦，它会变哦，它那个它会改变它的位置哦，打得到吗？没有打到，哦，那边还有尾巴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还有尾巴 ，OK， 有拿到，这样我就有10多片的那个鳞片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去打那个它的头在那边，打。打技能，用光它，还有我的这个也用一下，这个也用一下，然后愚人拳，不要冰我，12，快点，你还有10多万呢，12，哦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奖励的，哎，哦，这个有啦，他这个出这个心脏，可是我们没有船，所以心脏拿不了，这就是他心脏，哇，下次了，现在还拿不了了，这样就算完成了哦，哎。嗯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情报都买不了，全部人都在 CD， 所以我们在合照。
Oh my lord, nice nice nice， 又可以去刷了，有救星有救星，谢谢。哇、啊，全部在后面哦，就这个就这个，前面那个钩可以发啊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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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前面那个钩可以发射去勾那个心脏哦。OK OK， 出发出发。哇，等下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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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hat wh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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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， 哇，终于。哇！我现在玩到来已经，我已经玩了三天了。讲真的，我已经刷了三天啊！你们看影片好像才一瞬间的样子，可是其实我已经刷了三天。然后到现在的话，应该 有七个多小时，八个多小时。哇哟、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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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先打尾巴一样一样。哎，还有人在船上哦，为什么不要再过来打？哇哇哇哇！那头，你看那头，第一人称看一下，你看你看这个，是我的那个机器人翅膀有一点阻碍。OK， 打 bo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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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他的那个尾巴都爆完。哎哎哎，这边这边边界好了，他身体到边界外面去了。哎，两万多，一万多，大招大招大招，看不到啊！赢了赢了赢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船船船船，哪里船在哪里船在哪里？不要给我讲爆掉哎！哦，那边那边那边，这边这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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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那个心脏要没有了，有现实有现实哦 ，GG， 哈哈哈，没有了心脏，完蛋，我还要找第三只，又是隐藏岛，隐藏岛我都刷了五六个，以前觉得隐藏岛很难刷，现在真的觉得太容易了，先生，哇塞，你们看我后面还有两艘这个快船在保护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大船团的这样。我的哎哎哎，借过借过，搁浅了兄弟。啊啊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，我刚刚还没有在看电脑哎。顾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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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看船，不可以再让这次机会跑掉，真的。哇，再跑掉我哭给你看，我现在已经刷了一个小时，十一个小时多了。变变变，加油加油 ！Wait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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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， 为什么我在海上？啊啊！我刚才在打字，要提醒要顾好船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在卡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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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我人呢？等一下等一下，什么ping？四百多ping，三百多ping，两百多ping。OK OK， 应该恢复了。哦，飞了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我过去打我过去打。哦有有有进了。哎哎，我还进不去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有道墙顶住我，完蛋 ，GG， 我不能我这样子能不能获得那个心脏？如果我没有在船的话，哎，我又进来了，哈？哎，我又进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刚才是怎样进来的？我怎样进来的？我不懂，这样就还好。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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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！我刚真的要看后置，我还知道我到底是怎样，我到底玩到什么鬼东西了。我一个鳞片都没有拿到，我刚才在外面花了太多时间。不过不用紧，我要的不是鳞片，我现在要的是他的心脏。献出你的心脏，行走杀杀给哟！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 ，yes！ 但是我没有拿到奖励。哎，有有有 ，new quest available。很好，船呢？船呢？心脏在这边，船船船船。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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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船，快来快来快来！所以用这个船的那个头呢，去那个它的毛，它的这个钩，去勾它的那个心脏，不要一直掉下来。有勾到吗？有勾到吗？哎哎，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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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这边，它在载着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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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我应该是可以获得心脏哦。你不要跟我讲，我刚被隔开在外面，获得不到也来来，给我上船上船。OK， safe safe safe， 现在我们就是要死命保护这个船，加油加油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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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船走开船走开船走开，我们的血量应该是现在是满的。哎，不对耶，我们回来的那个方向不是那个什么哎，不是那个新的岛哎，所以他岛那个利维坦的话，他重生的那个位置是在另一边哦，我们还要回到那个新岛才可以，然后必要顶我们的心脏来了，要不要退游就看这次了。如果我等下去到那个里面呢，我没有拿到那个心脏，我再也不回来玩了，我再也不回来玩了，已经要十二个小时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要进到这边来是吗？心脏，心脏，信息，信息，信，哦哦，哇，我刷十二小时哎，真的是要十二小时哎，差一点点就十二小时了。我星期三晚上刷了两个小时多，然后星期四晚上也刷了两个小时多，然后今天我刷了七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哦，哇，有了心脏。心脏，我要这个东西，我真的不想再去打利维坦了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敢再打 PTSD 了，已经有 PTSD， 我怕，我怕。合招，合招，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喂喂喂，还变猛马，不用紧，三二一 ，cheese cheese cheese cheese，hello， 我要拉到很远的，这大象很大。
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这样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要去换血拳。Come， 血拳新拳法，来，交给你。Hey man， 对话。OK， 我给他的东西了，500万的钱，5000 F 有啊哈，材料已经事先收集好了。左键，哇，等一下，去外面试，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。这边左键，噔，真的是。完全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间隔 CD 而且它还不会往前移，哇，爽，来啊！猛犸象下一集再吃啊，我这个再吃下去，那片场真的很长真的。下集啦哈，下集我再吃啊，不然真的太长。然后这个雪圈我也下集再一起练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12个小时的这个刷利维坦之旅到这边就先结束了。然后现在开始我要多增加一点跟你们的互动哦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免费的赞，保佑你们也可以顺利刷到利维坦，不要像我这样12小时才刷出3只，平均一只要4小时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下期玩猛犸。